自行车国际型的比赛，今天是第一次在深圳那个举办。同时我们希望可以产生这个供应链的一个聚落的一个效应。同时呢，透过这个的活动，让这个自行车的产业在高端的同时高科技的以及这个材料技术上面最新的这些科技技术，把它继续留在我们深圳，让它发光发热，继续为这个整体的这个产业来做一个带动拉动。也是透过我们这个两岸交流融合月的系列的这个整个33个场次的各种活动，来这个加大加深促进两岸的进一步的融合与交流。